新冠病毒疫情肆虐，在小朋友学习中断的情况下，参加幼幼小主播不但能选产品、有趣学中文，更有机会甄选上东森儿童周报播报新闻。有兴趣的小朋友欢迎上活动官网选择指定的开箱文产品，并填写报名资料和缴交报名费。成功登记后，小朋友就会收到活动负责人提供的指定开箱文资料与产品实体。在小朋友使用产品后，只要录制并上传60到90秒的产品使用心得影片，就可以完成报名手续。透过专业指导训练与主播台实际录影体验，培育小朋友清晰的中文口语能力，并训练台前胆量，增加自信心，开发无限可能。2020幼幼小主播选拔赛即日起开放报名，欢迎7到12岁的小朋友踊跃上网填写资料。观众查询比赛详情，请上东森每周电视官网。东森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。